因为它可以帮助宝宝去吸收关键营养素，同时呢，它可以减少钙皂的产生，这样子宝宝的排便就会比较顺畅。我家儿子哦，现在已经1岁10个月了，目前是喝起腹三号，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出过任何排便的状况，让我跟太太都非常的满意。